不怎么样。你下午拍的时候，不要再拉着脚架拍了，啊，把它放在地上拍。下午在拍那个戏剧课的时候，啊，镜头才不会晃来晃去的。没有啊，因为上一次是因为老抱脚架，你又还没带了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所以就只好这样子啊。而且我下午不会拍啊，我下午去驾车。我下午去驾车，好。把你要把它拉近了呢。嗯，反正远距离拍反而更看不到。嗯。你要开车，我开车。我要去办一下事情，我要往那边上。你先把它打了，木桩可以。
可是他们有个缺点，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试验有一个是正常浇水，就你放在外面，就今天刚好下大雨，那实验不是报销的？也对。那你说有一些要拿到户内的，室内可以拿护纸板盖起来。哎 ，OK， 这也方法。就是再拿更大的木桩，这样盖盖盖，然后再铺起来。这个要拍一遍。你那边在弄那个酵母菌，刚倒酵母菌下去。哦。每一区的那个时间都是每天早上几点，然后把厚纸板拿开，然后几点再盖起来。这样。我们是要实验大太阳下浇水的影响吗？哦，对。不是吗？对啊。所以应该是拿开。没关系，现在是夏天，所以正好可以做实验。对，所以不用拿开，我是担心，反正说你本来要实验浇水，就今天一直下大雨。就那就没有时间了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收集木桩吗？要，那边收集木桩，那边。对啊。你如果没有木桩的话，你可以自己从那个竹子。那边就像那个竹子啊，那边我记得还有竹子，大概那个，你看树底下大概有竹子啊，那竹子可以这样子可以。
来，你再用，还有，还要再用。